接下来要教大家工具的准备哈。那我们先把电钻的头接上去。接好了。那这个么字铁的话，接在这杆子它四分之三的位置。那可以用铁锤敲一下。那它的杆子已经进去了，这个有一个支撑杆。那接下来就把电钻的电源接上去。好，结束。